20 point 24条款，专门喺在吉隆坡嚟沙巴，还要 immigration， 大家识嘅，你就唔需要沙巴话，你就去留司马就记者公费哦 ，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， 我大家都讲 ，jangan bersoal dua puluh perkara lagi， 冇再 query 20条款，冇再 query 我就去自主权 ，after that 你就冇再提过，还比较例子。我讲我哋虽然沙巴有 immigration control， 但系沙巴回复，我哋要 control， 但系我哋回复沙巴泰巴来自西马沙拉瓦，我就马来西亚人，我就多多欢迎。我又要讲，其实沙巴嘅南沙巴汉，南沙巴汉 in 沙巴啊 ，more than 南格兰丹 is in 格兰丹，做乜嘅？香港人咩格兰丹人，唔可以在格兰丹买地嘅。